当明星遭遇尴尬，范冰冰签名被指向岳母刺字。昨晚2013 酷盖封面明星选拔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举行，范冰冰作为颁奖嘉宾出席活动。当天范冰冰遇到一位痴情小粉丝，这名已经20岁的小粉丝竟然声称自己是看着范冰冰的作品长大的，逗得范爷大笑不止，一点也没有在意被老化。而这位痴情小粉丝接下来的这个举动却让范爷是哭笑不得。又是一个女生，我带你来先在衣服上，然后衣服哪里？衣服背上。背上啊，来，哇，先背上有点略微。对对对。小编点评，这一签名范爷不小心就成了岳母了。